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小雷毛，欢迎收睇神魔影片。今日我哋打嘅系第一个封神，冇错，封神里边咧，大家应该开始咗啦，并且好多人见到咧，唔系我见到好多人咧，已经完成晒咁多个封神，我心谂有冇搞错咁快？系啦，咁我哋封神仙境里面有五关啦吓，咁唔好讲咁多，我哋先从最简单嘅天尊大太师座 extra 入手，好冇？因为呢关其实我觉得啦，我就咁睇数据嚟讲系最简单嘅。咁咩叫做狮子扑兔就我呢啲啦，一个最强嘅木队去迎战佢啊！天尊太师座，大声大声，系啦，咁佢细声咗啦，咁我就可以大声翻啲。咁其实你个天尊太师座咧嘅 extra 咧，有咩关卡要注意呢？咁我一阵可以再讲啦。咁其实基本上一个木队嚟讲咧，都系能够通关嘅。OK，木队就得噶啦，唔会太难，因为我网上边见到咧个等级唔系好高咧，都能够顺利通关啦。系啦，咁就睇你点啦。你嘅等级高啲，咁你就容易通关；等级低啲，你要求嘅转珠嘅技巧又高啲啦。咁由于我呢个等级系非常高咧，并且满技嘅关系咧。咁我转得系非常之差嘅喺呢一关里边，为咗示范平民嘅转法，转得唔系好差都能够通关咧，我故意喺好多地方都失手嘅，并且失得好严重。咁一阵咧，大家欣赏下我点失手失得咁劲。睇一睇台湾玩家先。台湾的朋友，如果你看到这边还是不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，其实我有一个国语的影片就可以去参考一下，因为这个是广东话的频道，叫广东话。另外还有一个国语的频道，有国语的。好啦，咁呢度我哋继续翻我哋关卡嘅情况。好啦，咁第三关咧就冰晶龙啊，咁佢有12万血，并且4800攻。呢度咧，你谂住通关 extra 嘅你咧，唔会喺度难到你嘅全句。好啦，跟住咧都系小怪。咁我可以继续吹水。咁系啦，咁呢个嘅讲下呢五个封神仙境啦。咁其实除咗呢个二之外咧，我第二个会挑战咧，我估啦吓，我都未知嘅，因为我仲喺度谂紧我拣边个嚟打。本身谂住琴日定星期日嘅咧，我谂住一日可以通关晒全部啦。结果我打完碎片咧，我发觉已经冇乜时间啦，跟住仲走去拍 GTA 啦，咁样跟住就结果冇时间，冇通到关啦，系啦，食盐啊，食咗盐。唔小心食咗个盐，好啦，呢边咧咁都系我特别啦，五个 combo 嘅，大个五 combo 就应该打得入噶啦。咁我相信能够挑战你，应该都唔好难。但系咧，我住咗四个 combo，唔系天降嘅，我打唔入。嗱，我证明我手残都能够通关，呢个就可以冇。唔好意思，我真系转得好差。我转完之后咧，我都谂紧要唔要呢段片，我有啲挣扎。但系由于我唔想再打嗰啲碎片，同埋我急住要出晒五个封神咧。我决定忍辱负重，转得烂我都照铺落嚟。系有几个位咧系我玩紧转紧嗰时咧，唔知边个叫我啦，跟住我就应一应啦，跟住我翻嚟，喂，我转紧咩啊？跟住吵我瞓啦。有几个位都系咁。Anyway，咁我哋去到呢一关水弹关卡，我差唔多秒佢啦。咁系固定扣去30%，都系非常之少嘅。电话响，各种嘅乱入啊！我觉得呢度好啦，继续翻先啊，唔好意思，啱电话响。各种嘅乱入啊，喺打呢个关卡，诸事不顺，各种人嚟骚扰我，不过又唔可以唔听嗰啲电话。好在你系未知号码啫，如果唔系骚扰电话就弊嘅。不过大陆电话都冇所谓。好啦，呢度仲系小怪、小怪同埋小怪啦，小怪、小怪。转得好差啊！我怀疑自己咧系啱起身啊，即系转呢关嘅时候，跟住咧转得特别差，即系未热身。各种未热身，OK。嗱呢度如果唔系应该租多多两个 combo，如果平时讲嘅话，各种杀奶。其实呢只小怪几靓，揸住把刀嘅，把刀好靓，其实嗰、那个叫海象，海象，甲兵海象，靓仔啊，唔错。甲兵海象嘅技能系咩咧？我哋都可以睇下，我哋揿一揿佢睇下先。呢度都系，呢度原来都系特别可以讲解下。咁呢一度咧，佢嘅就系、是，都死咗，算都唔讲乱。嗰个系第九关嘅龙士啦，同埋二界龙啦。咁一个系以前嘅强，另一个系单体盾，咁即系做全体先可以打得入佢。唔系做单体先可以打入佢啊，全体打唔入，噏错咗。
讲翻呢个甲兵海将，头先揸住把刀嗰个啦，咁佢啊系进化咗嘅。咁未进之前咧就系、是、虾兵进化咗就系、是、甲兵，虾甲兵嚟嘅。咁佢就系深转强水强化腐蚀嘅。咁其实深烤咯，我觉得呢只咧又用咗深烤腐蚀，比较话佢可以代替地精喎，系咪啊？如果地精咁样，佢可以代替地精嘅出现都唔错。因为地精是普通的嘛，深转普通喎，咁呢个系深转文化。好啦，翻翻呢度先，咁呢度咧又系一个特别嘅关卡啦，就系呢个嘅水希啊，睇下先，波塞顿。咁佢周边两只海兽会自爆，每一只扣你5000嘅，咁并且中间系一个全体盾嚟嘅，我哋打完先知佢嘅心脏点解作出唔到攻击咯，点一点，原来都要全体先打入嘅，所以呢度咧你一定要转全体啦。OK， 咁转全体卡。打乜死佢啦！哇，都唔错啊，转个六个 combo， 点解打唔入嘅？呢、這个时候发现有问题啦！我再望清楚，原来佢系有200000防御，所以咧我要开技能啦，并且会秒杀我。其实回咗血嘅，不过呢度咧都系安全起见，一定要开技能啊！开技能，咁我都唔谂啦，之后储得翻嘅，所以我就开晒技能先。开啦喂，开埋主角 ，in case，just in case， 有时啲手残嘢好难讲嘅，咁就系啊，反正好快储得翻，咁就开多啲，又冇所谓嘅。开啊，咁转个九个 combo 啦，仲天降咗两三个，再加上咁多木珠，应该冇问题啦。哇，我咪谂太多啦，单只就600000啦，唔系讲笑。OK， order。咁去到咧呢个嘅水龙屎，好可爱嘅水龙屎。咁喺呢度咧就430000血，并且10000攻嘅，系啦。咁头先嗰啲因为太少啦，我都费事提。波塞顿头先8000攻 CD 二啦，都唔系好大力。咁呢度咧佢系好搞笑嘅，你唔可以转强化猪。如果佢转强化猪咧，佢只会打你，唔系佢会净系减伤咯。所以呢度咧我系要小心，唔好转到强化猪，如果咪就嘥咗噶啦。但系我转到4个 combo， 因为我可以开咗。木木啊 ，OK， 咁啊顺利打到佢啦，咁啊血量又唔好多，系啦40多万，咁就应该正常两turn到就应该打得走佢啦。Very good， 啱啱好打得走，唔错。好啦，跟住去到下一关13关，咁好搞笑嘅关，虾兵蟹将成三啊，呢啲叫三体共生嘅一新嘅技能啊，好变态三体。你都做了一个全体就可以了，因为血量其实并不是很多，搞笑的这只我觉得是，其实它是高防的，因为它是120000防，还有2000几血，那你要破防并且做全体才可以杀到它，如果不是它又复活回来，那几位计你想想它生死一只的话，它又复活回来，跟着一直还能打你，真的麻烦。好了，又是一个很熟悉的东海龙王，还是久违的 CD 18000，曾经我们拗晒头的一个，但这里我不好意思，两个 combo 啊，系咪好劲啊？我自己觉得自己好劲，我未试过拍影片转到咁嘅，因为我转影嗰时咧，有人嗌我嚟乜鬼，跟住我吓咩啊？认咗佢之后，翻嚟，喂，死人点啊？超低能。好啦 ，anyway， 我之后都转得唔系好，跟住嗰下影响到我分心咧，跟住即刻，唉，算啦，转得即刻超难。咁血量方面咧就有630000，咁就唔系好多嘅喺而家呢个世代嚟讲，所以都还 OK， 还 OK， 唔算打得好吃力嘅，技能嘅 list 都冇乜点开啊，证明咗打得唔好嚟啫，仲要转错咗咁多，嗱啲状态开始翻翻嚟啦，转翻六个 combo 都唔系最好状态，最好状态应该系7个，即系 long 无7个啦，呢系最好嘅状态。好啦，又嚟啊！甲兵海将两只连击嘅，咁都系小怪嚟嘅啫。每只就打960000血，唔系90000血，冇960000咁多，90000血，6000。呢度系俾你全技能嘅地方嚟嘅。如果你等级唔高咧，喺呢度做下全能技能啦。邪战失败，好样衰，俾人见到呢、這个，俾人见到邪战失败。好啦，跟住再落下一关都系小怪嚟嘅，我哋都唔使太过担心，呢度直接可以跳过。唔好跳過啦，睇落。咁左邊嗰只咧，其實都唔係算小怪，係50% 盾，50% 盾咧，咁就證明咗你一下就打唔住啦，打兩下，但係血量就唔好高嘅，所以呢度咧
就吓 ，just let it go 就得噶啦。系咁以啊，木砖都唔使多，特登唔转你啫，唔好嘥，大片啲天降都成。好啦，再嚟去到第十八关，就系两只小魔女啊，被中间只大魔女，唔系喎，而家做冰原，我早咗。冰巨像，咁佢系86万血 ，CD 三，每一波打你12500，咁佢三熟盾嘅，咁呢度就考你嘅转珠技巧啦。如果你冇相当嘅转珠技巧咧，建议你开技能啦。如果你话冇问题，湿碎，三色盾算定乜嘢？三色强化盾我都打过啦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咧呢度你就可以轻松啲啦。如果你覺得冇問題嘅話，咁對於我嚟講還好啦。如果唔係隔太遠都冇乜問題嘅。咁並且血量又唔算好多，加埋雙黑咧，咁就真係爽住過86万血，還可以。哇！仲天降你仲唔死？啊，巨象 B B。咁有三個CD 四頭先係咪 CD 三定 CD 四？咁都就足夠時間俾你打。好啦，嚟到呢個好可愛嘅魔女。咁咪召唤小怪啦，中间就住 CD 三添。嗱喺呢个位睇住我嚟紧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表演，睇住，好精彩，留心，注意咩位？快啲啊！快转啊！等乜嘢啊？唔知又谂乜嘢？我应该谂紧可唔可以就咁杀啊？唔用全体杀到一只，唔系杀到两只细嗰只魔女。好啦，转啦，睇下啦，原来我转咗啲咩出嚟？原来先两个 combo 唔系最差，一个 combo 啊，仲有死未？所以点解我定呢个标题为极度手残？系啦，咁搞到呢度开技啊，超低能，其实根本就唔需要开技，唔需要啊，超低能。唉，呢个忍辱负重就呢啲，我真系觉得自己转得好差，有啲冇面见人啊，但系冇办法啦。我都想，我好想快啲通关，我唔想再时间打碎片去再拍呢一关。啊，好肉酸啊呢个位，机下仲秒唔到先肉酸，最肉酸就呢个位秒唔到，但系争少少，佢系68万血嘅中间嗰只魔女，我秒唔到嘅话仲要打多次啊，好肉酸啊，好肉酸。不过其实就算等晒 CD 完都冇所谓，即系因为其实佢全部一起打你啦，都系靠你慢松啲。如果你揸住木队入咧，慢松啲其实都唔算话好大一个压力，我觉得啊，睇你咩队啦。好啦，跟住呢度咧，各种漂亮嘅转法，其实都系唔错。唉，好酸，今日真系状态不佳，我要多啲练下手感啊，因为一阵咧就要打呢个嘅地狱级嘅关卡，就是今天要打呢个嘅红心女王，今天要剪爆佢啊！剪爆红心女王 ，OK？ 因为红心女王地狱级，我第一时间就剪爆佢啊，使出呢个嘅最强嘅队。好啦，我哋打翻呢度，呢个系一个属性双黑转换啊。咁呢度咧，佢有83万血 ，CD 1一攻击力1万。咁呢个咧应该系毒龙嗰技嚟嘅。嗱，我仲未知道系咪毒龙嗰技嘅时候咧，我就决定唔俾佢转属性，直接秒出去啦。因为我等不到那么多回合，直接秒佢嚟。咁我是要打，因为我而家咁啱就系双黑个属性啦，就是木属性啦，佢系水属性啦，咁我就我黑佢老死，秒佢，唔讲咁多，直接啊干掉你。好啦，道王啊，哇，一个好有喜感嘅技嚟，我成日都入到嚟，全部变成龙珠，超有喜感。好啦，咁我唔讲咁多啦，即刻开完山羊，再开强化，再开主角，然之后一波大走，呢、这个就目的。咁呢度咧，其实你话系咪好大影响呢？其实就唔算系，因为我平时我自己转珠咧，我都系开始咗先至谂嘅，即系我拎起咗嗰粒起手珠，我先可以谂点转，所以影响系唔算好大。对我嚟讲，对 Andrew 应该大，Andrew 睇晒先转。好啦，成功跌卡啦。啊，冇啲卡啦，黐线，好伤，跌卡又惊，跌卡仲开我系挂斯内宝，好多谢晒，成功通关，好啦，咁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参考说不上啦，都系呢咁根本系出术最强嘅木队剪过系咪先？好矛咯咁样，系啦，好矛咯，不过 anyway 啦。通关我而家首先要快啲通关晒先，再慢慢研究下多呢啲对啲咪打呢啲呢个关卡啦。
OK， 今日我嘅影片就喺度啦，再见啦，咁多位，拜拜。